这是一幅日本兵刺杀中国军人的照片。图片中一排中国军人被反绑双手，站在他们对面的是一排穷凶极恶的日本兵。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，日本兵挨个将这些中国军人刺倒。面对鬼子的刺刀，他们依然屹立，不眨眼，不弯腰。在远处有许多背着手悠然自得地看热闹的日本官兵。解析老照片，翻开重重历史，只为警醒后人，爱我中华，团结自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